凡在三界里打滚的，这些都是障。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路频道，点赞并转发本视频，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，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布施功德。但凡在三界圈里面打滚，所有的家人呀、亲人呀、好友呀、夫妻呀、情人眷属等等，这些这都是障，一个一个寻上门来，要么跟你生死相依，要么跟你结伴度日，要么找你的麻烦没完没了。不管冤亲都属于债主，这也属于障。人和事就是仗着我们，所以大家要知道，重障就是在把我们给固定在生死业海中，可以说是五花大绑呀。每天我们都五花大绑，仗得太重了。其他的不说，大家来看，我们还在拿着手机利用这个东西给大家弘法，这也算是变废为宝。现在手机这个东西，你说给我们造成了多深的障？我记得刚刚开始流行那个大哥大什么的时候，那才是上个世纪，也就不到30年呀，90年代初才开始的嘛。慢慢的变成这个小一点的手机，慢慢再变成黑白，变成彩屏，又变成智能触摸，等到有微信的时候，这才几年呀。现在谁能离得开微信？而且是一天比一天离不开呀，天天这些颈椎病怎么得的？就离不开吗？在这个娑婆世界，我们一个小凡夫真的是无力断货，真是这样的。确确实实是就现状真实的在讲，每一个流浪生死的人就这点家当。